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发财树的养护方法还有浇水的注意事项。发财树的养护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要保证好养护环境通风透气，避免强光直射，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有散射光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。其次，平时浇水采用干透浇透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。施肥要薄肥勤施，不可过多，最好就是喷施叶面肥。最简单的施肥方法就是用这种发财树营养液稀释1000倍，给它叶面喷雾就可以了。发财树比较怕冷，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发财树浇水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。给发财树浇水，一定要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，我们才可以浇水。浇水之后，一定要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，让水分尽快的蒸发出去。在盆土还没有干透之前，我们可以经常给它喷喷水雾，来保证养护环境的湿度。这样不仅能够轻松浇好水，发财树的养护也变得轻松多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